成人期的暧昧 vs 青涩期的暧昧，成人期的暧昧。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姑娘，专心心机灵的，不了皮。我能打定别人吗？打不过，把手机给我。那我起来揍对面那个苏烈，他一直在床上。男朋友加油！你怎么这么皮？来，于老师，友谊的牛肉特别的香。还这么皮？我们不开房间了，行吗？要是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就好了。我带你的话，你敢去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游戏打得很好，所以还需要我。你是男生吗？有我呢。我可以用你的微信看一下他们的朋友圈吗？朋友圈就是朋友看的。用你的微信了？可以。今天有点帅。我心若尘埃，不忍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。烟火被星辰青睐，转身才明白，心空了一块，思念已星河翻涌深海，烟花也闪耀，给星辰未来，只要你在。青涩期的暧昧。这里有人吗？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的手中，帮你解渴。叫什么？唐苏白露。肖师兄，好巧啊。不巧，我在等你。别人看到会误会的。我们是这种关系。我们什么时候不是那种关系了？抓紧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，你轻轻的附和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你再看下去，我会吃不消。